都是我不好，你不知道。莫妮卡自从跟我来到美国之后，受过不少苦。我其实一直想弥补她。我知道，莫妮卡她也知道。 接下来这几个月呢，我一有空我还会过来的。莫妮卡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会过来陪她的。你放心，阿姨，莫妮卡在这边还有我呢。小青，你不知道，她心里。 你怎么在美国？我为什么不能在美国？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觉得你从十几米开外像个坦克一样冲过来，连声音好都没有，就想知道我肚子里的孩他爸是谁？这是一个市长夫人应该有的素质和仪态吗？尤其是当着令公子。 你好，书生。你认识他？你们怎么认识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给你们介绍的？那么紧张干嘛？我不过是跟令公子见过一面之物。你闭嘴！他是妙莹一个朋友的同事，我们在商场见过一次。我再问你一遍，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不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很无聊吗？我没有这个必要告诉你。我警告你，如果你继续打扰我的生活，我绝对有能力让你消失。市长夫人霸气残了，我好怕怕。 永远别让我再见到你。那可不一定。我记得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很快又见面了？我们回去。 这个事情就烂在我自己肚子里，我谁都不告诉，包括你，我的儿子。告诉你。
我实在是没有控制住自己。不是上次您来美国的时候，您不是告诉我，那人跟我爸已经断了吗？你爸是这么跟我保证的，我也是这么相信的。那他现在出现在美国，是我爸安排的吗？这我不知道。他们俩彻底断了吗？不知道，我要问你爸，这孩子是谁的。刘文。你怎么会不清楚呢？我当时就是安排让他尽快离开国内，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再过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不知道。那他怀着孩子，你知道吗？谁？什么孩子？就是他，刘彩旗。我刚才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着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八九个月了。我不知道。是吧？如果这个孩子是你的，如果你还在欺骗我、隐瞒我，那我就告诉你，这个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将会是身败名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他不是像一个情妇那么容易好隐藏，他就是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炸弹。冷静，冷静，吕白，一定要冷静。你看见他的时候啊，舒彻在不在旁边？在。舒彻现在在你身边吗？在。那么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件事了。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太不理智！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要让舒彻知道，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后果？他是你的亲生儿子。 再有恶劣的后果，他也不会去害你呀！你小心谨慎地防着你的亲生儿子，你怎么会用像防贼一样的防着哪个时刻会危险你的仕途、危险你的声誉、毁掉你的家庭的贱人？好了，宇文，我向你发誓。 我跟他已经彻底的断了，并且我也已经跟你保证过，绝不会再犯此类错误。咱们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你这样，你现在离开宿舍，去你的房间，不能让他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 我现在在里屋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的？我一无所知，我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相信我，玉文。
那要是他打算把孩子生下来，生米煮成熟饭，再去胁迫你，你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我安排他过去，让他搞定一切，你放心。你跟他说，不管他用什么方法，绝对绝对绝对不能让这个孩子生下来。只要这孩子是你的。我知道，在他没有到美国之前，你什么事情也不要做。我知道。另外话你说成，你不能让他知道更多的，要控制好他的情绪。宇文呐，因为我的一次不检点，让你一直担惊受怕到现在。对不起，叔王。如果你不是现在的你，我就不至于人道。我既不能对任何人去诉说我的委屈，又不能去对小三穷追猛打。为了保守你的秘密，保护你的名声，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把所有的委屈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我再一次向你保证，下不为例。宇文呐，我现在知道了，被选择放在这个位置上，人们就会用非常人的纪律和道德来要求我。我完全失去了普通人的自由，更没有一秒钟可以犯所有男人都可能犯的错误的资格。同时我更清楚，你我是永远捆绑的一体，谁也不能把我们拆分。爸怎么说？是我误会他了。那个女人的孩子，和他丝毫关系都扯不上。你爸没有撒谎，他和他早就断了。现在那个女人的一切，都跟他无关。是真的吗？是真的，是我神经过敏，庸人自扰。你别受到我的情绪影响，嗯。好在这一切糟糕的、不堪的都已经过去了。Thank you.
我还认识一位姓舒的。刘早熙小姐，她现在在我们公司任职。小云，来，叔叔啊。我回家来拿点东西，我看你这么晚了没回来，我以为你今天晚上陪你妈住呢。那我明天早上一早就回去啊。哦，那行，那你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嗯，好，那没事，我挂了啊。喂。啊。上次我们在商场遇到的那个鲁尼，你有他联系方式吗？我没有啊，你找他干嘛呀？哦，没事儿，明天见面再说吧。好，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了。拜。拜拜。这一路上给我堵的呀！吃早餐了吗？要不要来杯咖啡？先坐下吧。哎，干嘛那么严肃啊？你昨天晚上跟我要鲁尼的电话干嘛呀？你真的不认识刘彩琪吗？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回答我，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忘了告诉我？如果我和舒彻的谈话到此为止，或许还会有一段好日子，更或许能熬过劫难。但是没有或许，这是我想起对舒彻的承诺，于是我决定说出最后一件他不曾知道的事情。我承认，这事儿我确实对你隐瞒了。我认识刘彩琪。3年前，他做过我爸的特别助理。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说好的，对对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隐瞒，你也答应过我。我还问你有没有隐瞒我什么事，你说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跟我妈昨天去超市遇到刘彩青。然后呢？后来我妈告诉我，刘彩琪是我爸的情人。青雅，这些你都不知道？我发誓，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三年前，他是你爸爸的特别助理，然后跟我爸爸在一起，变成了我爸爸的情人。现在他突然出现在美国，在你爸合作的商业伙伴的部门里任职。好巧啊！洋洋，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你回答快的我没法相信你啊！真的没有。你干嘛呀？你干嘛？找刘彩琪啊。你找他干嘛呀？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把钥匙给我。不行，不能去。不是，你不能去。舒彻，你不能去。舒彻，你就非要知道所有吗？我们过两人日子不可以是吗？难道我像你一样吗？在整件事情，你把自己变成一个瞎子、哑巴，还有傻子吗？当什么？至少我们能在一起。妙莹，即便是为了爱情，我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把头塞进沙子里的鸵鸟。我给过你机会，like to see Mr. Strong.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please tell him that Shucho comes. Okay, please wait a moment. He's replying to an urgent email, so it may take some time before he can answer. Okay, no problem. Okay, Barbara, could you please prepare a cup of coffee for Mr. Shucho? Yes, sure. Okay. Thank you. I will inform Mr. Strong. Okay. Where is he? Oh, he was just here. Oh, strange. Okay.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这可真是万万没想到。请进。想喝点什么？不用，问几句话就走。随便坐。和我爸的事儿，在你第一次见到我，你就想告诉我这个？请原谅一个长期被刻意隐藏的女人，总是忍不住想证明她的存在，总是想让人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份感情，哪怕它并不道德。现在我找到你了，我相信有很多我爸妈死都不愿意说的事儿，在你这儿我可以找到答案。你想知道什么？问吧。你的孩子是？你爸爸。抱歉，我这么坦白，但我百分之百的确定，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爸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他。要不是那天在超市巧遇你妈被他发现，我会等到孩子出生以后才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知道，是不会让我把他生下来。你爸怎么说？他说断了，断了一个二亲，我们从此是路人。当然，这是对他最有利的说法，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可我们还有这孩子的联系啊，关系说断就断，感情能说断就断吗？这你要问问他。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他们知道。你替谁问？我自己。我甚至可以安于现状，接受见不得人的地下身份，但我想要被承认，承认他对我有感情，承认我的存在，而不是被一笔勾销，好像从不认识、从没发生过一样。你觉得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你们切不断的联系吗？至少现在是我跟他之间唯一的纽带。你来美国是我爸安排的。当然，我跟你爸的事情被你妈妈知道以后，书王要求我暂时离开，因为他是高官，民众和舆论要求一个公权力的执行者具有极高的关于操守及私德水准。一旦我们的情人关系曝光，将是对他仕途的沉重打击，乃至摧毁。这个利害关系我当然懂，所以我听从他的安排来了美国，并且保证
暂时不回国。那你怎么会到 CE？ 而且在鲁尼斯特朗的手底下任职，是程伟安排的吗？当然。难道要你爸亲手安排吗？那你在美国的一切都是程伟来安排的吗？上上下下都是程伟，甚至包括你认识我爸。是，当初他跟你爸建立联系以后，总不能每次传递消息都要他们两个亲力亲为吧？为了避嫌，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联络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程伟之前就已经策划好的吗？你指什么？他接近你爸还是我接近你爸？都有。感情这种事儿能事先策划吗？我不知道，就像你和妙莹，还有我和舒望。反正我给程伟做特别助理，他让我出面公关搞定你爸。他们的合作，最早是你和妙莹搭桥，后面是我铺路。那你说这一切，程伟是不是事先策划？我说了跟你爸的那些风流韵事，难道你不愤怒吗？不想为你妈妈抱不平，哪怕骂我几句？我的愤怒有用吗？你跟舒望真的很像。不一样。舒澈，无论如何，我向你，向你妈妈说声抱歉。刘小西承认，一切始于你爸，源于你爸。我丝毫不知道他和你爸的事儿。
只是没有故意对你隐瞒。其实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对我隐瞒，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你还是在怨我。从我们上次复合，你虽然一句责怪我的话都没说，但是已经心有芥蒂了，对吗？身不由己，我能够理解你所有的无奈，所有的委屈，都不会责怪你。但是对我隐瞒不是你唯一的选择，你还有别的选择。你可以站在我的身边，跟我共同面对。如果你这么做，至少能让我感觉我和我最爱的人一起在对抗他们。可是你选择的是沉默与顺从，配合他们的一切。是与非之间，默许也是一种助纣为虐。是，我承认。我既没有勇气，也不够勇敢。你没有勇气去拒绝我爸，我也不够勇敢和你站在一起和他们抵抗。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来要求你勇敢。谭妙音，我和你终究不是一样的人。我的爱情有是有非，我做不到只要两个人相爱，就算深陷泥潭也不闻不问不管。你爸用钱色拉我爸下水，肮脏龌龊到了我能够忍受的极限。你认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没有被玷污，还纯洁无瑕吗？你认为我们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吗？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
爱与恨的边际，聚与散的别离，问你为何会在意，直到现在还惦记，归去你还在，我已来，身分开，心回来，记得这份爱，我们明白，这就是爱。每当感觉自己受了伤，不辞而别，逃去了远方，躲躲就走，多远算疗伤，不如回到相爱的地方。没有告别静默的离场，现在还惦记，归去你还在，我已来，身分开，心回来，记得着。